我们现在在帕沙欧栋的7楼61号，这是一套2+1的户型，朝向是朝东北的。进门之后呢，左手边是一个智能操纵系统，这边呢是入门的衣柜加鞋柜，关上门之后就是一个穿衣镜。这边是一个敞开式的美式厨房，厨房会包含洗碗机，在这个方位，电磁炉、抽油烟机、烤箱，全部都是西门子的品牌。另外呢，还会包含这些橱柜和台面，都会包含在内。这边是客厅。客厅会带有一个挂式的空调，还会带有一个阳台。阳台就是东北朝向，从阳台看出去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这个社区远景的。采光和通风都非常的好。这个里面呢是一个洗衣房，这是个放洗衣机和烘干机的位置，还可以放一些其他的杂物。这边是洗手间，洗手间会包含洗手台、化妆镜、厕所、淋浴间。这一间呢是主卧，主卧也会带有一个挂式的空调，主卧的朝向也是朝东北的，看出去的景观跟客厅、阳台看出去是一样的。可以看到帕沙的社区远景。这个是第二间房间，也很宽敞，两间房间都是一样的朝向，看出去的景观也是一样的。都是可以看到这个帕沙的社区远景。它户型很方正，采光和通风都非常的好。